我就去你家堵你。你才变态，你干嘛呢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过来啊，别理他啊，你很懂礼貌。今天是自己来的，老婆孩子呢？啊，那活该，我也没办法，这又不是我说了算，我现在也只是被关在这里。对，你站在了我的面前的这个是我的地盘，排队那儿不算。你觉得他们听我的吗？就比如说我左边这个戴帽子的，他就不听我的。行，你把他搬上来，我揍他。